Hello， 岸平360的 fans， 我是安永佳。是啊，今日是我第一次来这里，玩得很开心啊，我一定要回来。是啊，都是我第一次做这些事，都挺 enjoy。单身，我没有一个很特别的 type， 我喜欢女朋友，反而喜欢跟我讲嘢。好中意喺 outdoor 玩，喺沙滩做运动，好似我咁样系我个 type。唔会话我系一个 cute type， 但系我中意喺啲 nature 行山、睇嘢、食嘢，我都好 enjoy， 所以系咁样。听到呢啲一定会开心。Sion 系个好大个 idol。One of the best players ever， 所以我好 humble 同埋好开心听到呢个 comparison。如果我喺香港踢紧，佢哋平时会嚟睇我啲比赛，但系或者我喺其他国家比紧赛，佢哋会喺电视加油我，同埋踢完之后佢哋会打电话俾我，同我讲我踢得好唔好，我。已经三岁，已经知道佢。我哋一齐 grow up together， 去咗美国。佢个名班基文，22号，我最好个朋友。去岸边行下山，见个 Big Buddha， 食下斋，去嗰个 Cable Car Center， 好玩。如果系而家系 Harry Kane， 如果可以 go back in time， 会系 Steven Gerrard。我覺得呢啲兩個 player 係 world class 嘅 leader， 同埋佢哋個 mentality， 我學得好多嘢。呢啲兩個球員，我真係對我好大個 role model。我想多謝全部啲香港球迷喺呢啲 past 3-4 months support 我哋，真係幫我哋喺比賽，俾咗我哋好多 encouragement 同埋 motivation。我希望 going forward， 你哋都可以继续 support 我哋，喺每个比赛同埋下年个 Asia Cup。多谢大家支持，拜拜。